你真的那么 desperate 吗？阿花，这个是你最喜欢吃的 strawberry cake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身体健康，请你不要生气，开开玩笑而已。阿花 ，Happy birthday！ 哎呀，不要这样啦，女孩子哦，生气就不没聊了嘞。不过你哦，生气也美，不生气也美，越生气越美。哎呀，哎，总而言之，你很美就对了啦。生日快乐！你嘴巴张开。哦。15分钟内把全部气球给我吹完。哦。生日快乐，祝你身体健康，请你不要生气，开开玩笑而已。Happy birthday！ 神经病啊，我的 birthday 已经过了。Oh, 那就 Happy Valentine's Day！ 你看你啊，几十岁的人啊，还玩这个东西，各位看到啊，还以为你嬉笑啊。我觉得不错啊，很美啊，多么罗曼蒂克 ，romantic。OK， 顶你的头啊！你这么喜欢叫鸡，那请你吃鸡，吃到你吐啊！哇，我好久没有吃鸡了哦！啊，一起吃啊！没有你这么空，我要睡觉。哎，周末停下来？很喘吗？休息一下啦。政府说生两个刚刚好，你觉得呢？我怎么知道？对吼，你连这个都不懂，你还懂什么？这种东西我们女孩子哪里会知道？我告诉你，政府分这个给年轻夫妇，就是告诉他们不要乱生孩子。男孩子做爱的时候如果带这个，女孩子就不会怀孕咯。你跟我讲这些干嘛？我是说，以后如果我们做。Sorry 啦。我真的很喜欢你。忘了牵手，忘了拥抱，忘了脸红，忘了心跳。我一定要娶你。忘了暗恋，忘了迷恋，忘了初恋，怎样？忘了心动，忘了冲动，忘了我曾让你感动，忘了我爱你，忘了你爱我，忘了我们也曾爱过。
一个。